搞定。我已经把目前掌握的信息发给研队了。当然，安全部那边我也做了同步报告。有点太快了吧？咱们的调查还没结束，要不要等研队那边确认了 Wizard 的身份以后再上报？这只是临时报告，等调查全部结束后，我会整理正式调查记录的。好吧，咱们这边能调查的都查完了，现在就看研队那边怎么说了。不过，除了威德的身份未能确定完，我们得到的线索里还有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。从目前我们调查得到的信息可以推导出的结论是，乔启静的意外与潘叶无关，他的死的确是一场事故。是乔启静自己擅自更改了魔术道具结构，使得道具木板在演出过程中受压变形，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这个结果与威德尔在网上公开发表的那些信息存在较大差异。如果按照之前的推断，威勒的行为是在针对潘叶进行复仇，那么威勒期望我们推导出的结论就该是，潘叶是谋害乔启静的凶手。但现在我们查到的结果，却远远偏离了他设定的结局，甚至和他之前在网上宣扬的信息背道而驰，这确实很让人费解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所以 Wither 的行为应该叫我认为对方有罪。可惜往往这种行为是最不正确也最为冲动的。喂，研队吗？是的，我们都在一起。好的，我明白。研队那边有进展了，他让我们现在就去警局跟他会合。各位，警方已成功破解 Wizard 的账号，并定位该账号使用者的地址。真的？是哪里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难道我不确定你们是否认识，但严格意义上来说，
你们应该见过面。威瑟账号使用者最近一次登录的地址就在潘叶家附近。就是说威瑟就在潘叶身边。嗯，对方使用了一种通过现有的侦查手段难以定位的新型隐蔽手段，但相对的，我们也及时升级了追踪解析设备，并布置了更多组员同时筛查。通过排查，我们最终成功定位到对方的位置。威泽的使用者就在威明市，就在魔术团和潘叶身边。查到对方的真实身份了。确定威泽的位置后，所里的人就立刻着手调查星期二魔术团的成员。结合你们送来的资料，我们认为某个人有重大嫌疑。还记得你们之前找到的乔启静女儿的照片吗？我们根据照片模拟出了乔启静女儿成年后的长相，结果她就是乔启清的女儿乔田。她或许是匿名进入的魔术团，潘先生并不知道她的身份。看来我们有必要去一趟潘先生家，和当事人说明情况了。各位跟我一起去吧，是非曲直，是该有个了结了。